Hello 料水哥，吕布的六元皮肤今天上线啊，已经可以开卖啊，开买了啊。那么这个皮肤在前两天已经有体验卡可以体验了。然后这款皮肤因为每出款新皮肤吧，维哥都想看一下它的 3D 视角是怎么样的，所以说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吕布的六元皮肤的 3D 视角会是如何的，会不会和会有些什么走样的怪变化之类的，对吧？好，我们来到 3D 视角下，我们看到啊，这远看的话还可以吧，毕竟不会那么扎眼睛，是吧？但是这个近看一下，这个头部感觉像个机器人，是吧？眼睛红红的啊，红到底。远看还可以吧，就是那两个马尾辫感觉太别扭了点啊。大家觉得如何呢？还有他那个肩上的两个甲有点像轮胎啊，像车轮子是吧？不过按官方介绍，他就是说按照是什么重机甲的那种衣服来设计的啊。啊，头上的那个钩子是吧？马尾辫的钩子也是在这个视角下也看来是比较细致，就是发型没有那么细致一点啊，它发型就比较粗糙，就是等于像是一坨的放在那里。好吧，那我们本期就展示到这里吧。大家觉得吕布的这款皮肤如何呢？六元，你入手了吗？那我们就到这里吧，我们下次再见。